今天我们的警匪拔河队是几公斤的？八位。最近体重没有称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各位，今天警匪的拔河队今天来我们学校，是八位要下来跟我们友谊赛。我们八年的班没办法，只有八位，所以我们派出我们最精锐的十位。好，十位，我们先从男生开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只有男生，有女生呢？哦，有男生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是，我们现在警美的八号队准备要进场。来，各位，给他最热烈的掌声。国手，来，我们先进场以后，一位一位来介绍一下，各位拔河队的队员，然后来，来先就位，来面对他们，面对他们啊，来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我们的警美的拔河队的大姐姐，如果介绍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，你们应该给他怎么样？热烈的掌声加尖叫，欢呼，好不好？来。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来。大家好，我叫于雅君。还有麦克风。我给他，我给他，我一起来，知道吗？刘立群那边，那边，志伟老师那里。老师在哪？看不到。荣俊老师那里。荣俊老师在哪？我也看不到。远处啊，你那个很大的摄影机那里。哦，应该有吧？怎样？有吗？为什么插那个？没电。没电？没有充吗？有啊，它满格79。满格怎样？79分钟。那个，你可以到水到那边去，然后这个先绑起来没关系。